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树呢，啊，这个树不是死掉的树啊，它是掉完的叶子的，在国画上称作寒树，不是叫枯树。那这个树呢，它是鸡蛋花，那鸡蛋花的这个枝啊，都是向上长的。那这种向上长的枝呢，在国画上又称作鹿角枝，像鹿的角一样，像鹿的角。啊，那这个树的这个大小安排一定要记得，从根部的地方靠近根部最粗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细。啊，它这个粗细一定要画得这个很顺畅、很自然。还有在枝的安排的疏密啊，要安排，这样才会有美感。当然，树的姿态也有很多种。啊，有的是丛生的，有的是单干的，有的是双干的，有的是弯来弯去的，啊，这些都是要有变化。要学习山水画呢，画树、画石头等等，这些基本的都是属于基础的训练。那把这些基础的训练完成之后，再来尝试临摹或学习这个完整的一个稿子，啊，这是一个步骤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树是最基本的常见的树。这个依照这个树枝的长法啊，它的长法，这个树枝往上的，它的样子呢，很像鹿的角，所以又称为鹿角枝。鹿角枝啊，鹿角枝就是树的枝。都是往上的，那很像鹿的角，所以称为鹿角枝，啊，这是啊像鹿的角，所以称为鹿角枝。那今天这个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啊拍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树啊。那这个树呢，是属于这个外来种的鸡蛋花啊。鸡蛋花在冬天的时候叶子掉光了啊，它的树的枝形真的很像鹿角啊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树也是很像啊。反正这个树枝向上的生长的，我们通称为鹿角枝。那画鹿角枝，画这棵树的训练，我们先要先从大的枝干开始。大的枝干，大的枝干开始。先把大的枝干画起来。这是根靠近根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来加小枝。画小枝的时候要注意疏密的安排，枝要有长有短，有长的枝让它伸展开来，短的枝控制它的疏密。
长的枝让它伸展开来，短的枝控制它的疏密。啊，不管怎么长，啊，记得粗细要控制好。所谓的粗细控制啊，就是靠近根部的地方最粗，然后慢慢越来越细。画小枝就是要注意这个长出来的疏密。最后，我们再修饰一下。这就是完成了。那画这个这一棵树呢，要注意就是说，你看靠近根部的地方最粗，慢慢慢慢越来越细。那上面枝，鸡蛋花上面的枝，啊，那枝呢就是注意它的疏密啊。我们是以鸡蛋花的这个叶子掉光的时候的函数的状况，我们来做一个示范。